快乐时光。阿翔在讲那个温杂欧冠的笑话，我就想到去年，大家去年台湾季有来吗？然后去年我们也排在文漫后面，然后我们他们在演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虾杠就来讲说，郑月就是那个温杂温漫到底要怎么分啊？你可以用官方的角度跟我们讲嘛，就是说，可是都会排在一起，所以其实不用分这样。然后今年真的排在一起，但没事，反正不会出错的就是温漫。这样好像蛮好分的。好啦，我们再练一下。我们第一次在那么大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器材我们到时候放个乖乖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首歌。好啊，然后最后一首歌，拜啊。着底片，穿着一双老爹鞋，抽着纸烟，跟着朋友聊着唱片，最喜欢浪费，因为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昨天胜过明天，才能快乐点。跟着朋友聊着唱片，最喜欢王菲。因为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